大家好，我是叫做萧月影，是今天的魔术师。我就会带你们去魔法森林那里看魔术。这个魔术是神奇的，我会介绍一下这个魔术的道具。那我们现在开始介绍了，听着了吧。我们首先会有个樽仔，会樽住一粒色。咁咧，嗰粒色咧可以将佢变做好多粒。但系我冇刀又得，我冇得拎开个盖又得。我咧要用自己嘅力量先至可以切成咁多粒色噶喎。咁我咧。就要讲咒语噶咯噃，咁我数三声就开始讲咯喎，咁我而家开始数三声咯喎，一、二、三，玛丽，玛丽，轰！嗱，系咪真系变咗咁呢？系咪真系啊？我哋做啲紧要嘢，多谢大家睇我哋嘅表演。拜拜。